时刻是很激动的呀。同济大学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，还有我的校园卡。超同学经校长批准录取你为同济大学2021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，请于2021年8月29日携本通知书到上海市四平路同济大学报到。太高兴了，去年一年的付出终于有回报了。